按照马来西亚政府的建议， 3月16号， 印度搜救力量已停止搜索马航 MH370 失踪客机。印度东部海军司令发言人16号表示， 该国职能机关已在安达曼群岛、科尼巴群岛和孟加拉湾西部等海域展开搜救工作， 但是目前由于马来西亚需要重新部署搜索资源，因此上述地区的一切搜索行动暂时停止，必要时将重新启动。印度海军已派遣6艘军舰和P-8I反潜巡逻机、 C-130J 战术运输机、多尼尔飞机及直升机等，在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等约5万平方公里范围展开搜索行动。